1966年，在57年前啊，上人就去照顾这些独居的老人，做访视关怀，也是我们长照的缘起。我们成立慈济长照推展中心，我们静思堂每一天都是希望让长者能够期待去的家哈。那因此我们也总共成立了214个据点哈。那现在服务的总人数是17185人。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动力就是法亲。那我们法亲目前照顾的也将近2500人哈。当然我们最大的愿景是希望我们的慈济长照能够成为社区最温暖最温暖的一个长照服务哈。其实在我们的社区据点里面，其实另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除了接引菩萨走进来慈济之外，其实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平常的一个慈济人文的一个带动，然后不仅带动长辈越来越健康，也要让他们的法是可以入他们的心。所以其实我们总共募得了，就是会员有1021位，那也有22位是参加社区志工的一个培训。说这个这是无离开佛法中，那咱的四大志业，四大志业呢，尤其是伫医疗、甲早就亲近长照，老来啦，老啦，病啦，很无奈的人很多，因为老啦，身体体力衰退等等啦。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们长照菩萨们，大家人不管你信什么宗教都不要紧，我们要有共同一心，就是发挥那份爱，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志业精神。志业，因为你们都有执照的长照师，这就是因为恁已经开始有这个志愿，都、就是呢愿意啦，来为社会、为这个老人去服务。啊，拄啊好吼，咱组织总是呢很期待来集大家有爱心的人共同一处。安尼呢，所以讲志业甲职业啦配合起来，所以爱用的。真诚的心去付出，何况讲哦，咱也是职业，也是职业，吼，咱会支持啦。咱有职务在，咱有志愿在，这个在支持，这就是爱的很真、很虔诚心啊。遐个老人，咱都该想。咱要用感恩心来面对老人，咱的社会都是这一群老人、少年的心，他打拼出来的，不是干那讲恁的父母，就是所有的老人，哪怕呢阿嬷、阿祖，因干那照顾好这个家庭，这呢有家庭才有社会的力量。同样呢，那么爱感恩啊！任何一位人来人间都有他的良缘，但是呢，需要教育。有教育呢，他就会做好事。好人呐、啊，带着好人，好人多说话，那总是呢，都会带动人呐、啊，共同爱的方向去。难免呐、啊。人间呐、啊，总是呢，也有许多呢，我们很伤心，但就是因为我们无迄个因缘接触到，报纸看出来，那也安尼啦，逆鳞轮啦，等等，这都是因为欠少接触的机会，接触的因缘，所以咱既有缘呐、啊，会合。起来，愈多的人呐、啊，要接触的人会越多。就是讲，伊捌的人，甲伊有缘的人愈多，咱的团体愈大，那就是呢，帮助
社会人群愈济。啊，若无讲吼，愈济虽然是师父开始一念心嘛，但是这念心嘛，才一个人，我有通天的本领吼，都无法度呢接触遮济啦。所以吼，人愈济愈有缘，缘毋是伫我遮。你每一个人都有缘，有福缘，你多做一些好事，人呢要认识你，看你就欢喜，听你的话呢去付出，他也会很欢喜。所以吼、哦，吼、哦，就是互人甲咱斗阵也欢喜，啊，欢喜呢，就加一个，搁加一个，这种从顶飞。所以咱唔通想讲吼，啊欠我一个也无啥个啊，我嘛要做好事啊。啊，但是呢，感觉有人就好啊，唔免我，这个念头就不对。吼、哦，不管你是志刚还是职刚呐，总而言之呢，非我不可。我家己起码嘛一直感觉讲，啊都无我袂用个，我一直感觉讲。无我袂用诶，所以我家己呢，要对自己要很争气。我爱甲我诶心灵顾好，爱甲我诶身体顾好。我唔敢互脑筋休困，因为呢，那是脑神经，不要让脑神经呢睡着。我们天天都要把它叫醒。你要工作。接下来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法亲关怀的部分。这一位玉珍师姑受赠于91年，她虽然在行动上还可以自由的走动，但是呢，她在认知记忆却不像以前那么好，她经常会忘记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在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中心的长辈，就跟他们说，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包粽子来做义卖？我们的师姑呢，她第一个就跟我讲说，义卖哦，好，师父刚才没说过。那我们就找中心的长辈一起来做义卖这件事情。那最后结束，师姑跑来跟我讲说：“您个有无？哪个有个爱搞我讲，我个要来。”这就是我们的师姑。那我们常照啦，少年呢，我们也要教育，不是干那对老人，哪怕呢，咱咧帮助的家庭，有的是有囡啊，有囡啊，但是呢。这个家庭也真贫困，我们的对象吼、哦，唔只是干那讲，常照以老人为方向，但是所有呢，我们都要可以去帮助有困难的家庭啊，不管是心理的困难，或者是呢生活的困难，或者是老来的困难，反正呢所有困难。我们这个案呢、啊，我们都要去探讨，用什么方法辅导，什么方法陪伴啊？有的呢，真正的身心、身体都需要我们照顾。要介绍的这个是简先生，他的失能等级是7级。那因为认知功能退化的关系，他其实常常会用手去接触自己的排泄物，然后再用同样一只手。抓起食物就吃。那案子呢请求长照2.0，那因为他的等级是7级，而且需求又很高，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一周进场服务6天，那同时有3位居服员都进场服务。那居服员有跟我回馈说，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个案的时候就觉得一定发愿，就是要卷起袖子给他一个很干净的环境。那但是呢这个进场的过程呢是有一些困难的，靠近他的时候他就是会很生气。所以其实我们团队跟他建立信任关系是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从他完全都没有办法接受肢体的碰触，到后来他可以露出笑容，然后跟居服员可以培养默契。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居服员都是本着上人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有助人利他的精神。实际的社工世间真多苦难，很需要要安怎辅导，要安怎教育，要安怎照顾等等啦、啊，总是伫咱这个领域里吼，
我们都会有，不过呢是用什么方法，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社区。我常常说他们的厝边隔壁，我们都是来呼吁，拜托他们厝边隔壁请发爱心，多一点爱去给他探一下，给他照顾一下，跟我们联络，尤其是林里长，我们可以去拜托林里长，我们有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照顾，不过我们无法度，逐天飞伫身躯边，拜托林长啊、李长啊，啊恁家顾，啊若有啥物，甲阮联络，吼、哦，应该也是爱安尼。所以讲吼、哦，希望恁逐个人用心用法、方法，吼、哦，用方法、用心用法啊，好好的努力吼。